玄宏慈惠堂，香火鼎盛，公运昌隆，荣誉主任委员，然后主任委员刘家阳，副主任委员张文祥、吴兆天，卤主曾文新，副卤主卓雷洲，常务委员林坤松、谢真雄、余文、邱家伟，总干事张玉兰，副总干事陈景云，鹿港御圣府公主周冠华，主持张良熙及众委员率领如下众弟子至莺歌玄宏慈惠堂瑶池金母坛前参香，献礼献花，由荣誉主任委员郑王兰儿代表请就位。献花，一献，再献，三献，接献礼。献果由副主任委员吴兆天代表请就位。献果，一献，再献，三献，接献礼。献金彩帛由常务委员林坤松代表请就位。献金彩帛，一献，再献，三献，接献礼。全体肃立，一同向莺歌玄宏慈惠堂瑶池金母及驾前文武圣驾行三拜礼。一拜，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再拜，祈求两公友谊不断，香火万万年。三拜，祈求众善男信女阖家平安，万事如意，吉祥。来，香全部拿过来给我，你们的香全部传过来，全部传过来，全部传过来，全部传过来给我。全体再向莺歌玄宏慈惠堂瑶池金母及驾前文武圣驾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成。行政的必须好，为了帮助这游民皆有，我一记得对你也当然很温暖。谢谢我们堂主的做主批哦，我们等于做主批非常的主批，给我们赞助很多人哦。现在是我们大武御神堂哦，顾堂主，我们给顾堂主鼓励一下。哇，御神哦，我们御神非常的外心，给我们赞助很多人。